眼睛
注视着前方啊，某一个自己找一个点啊，那么注视这个点啊，彩云开月明啊，月明的时候呢，哎，身子啊，身体和头有一点点微微的晃动啊，在什么欣赏这个月亮啊，非常的明亮啊，让它月光呢把这个庭院啊都铺满了啊。月明到啊，出来的时候啊，把水袖衬一下，
哇，这个竹子不是一颗竹子、两颗竹子啊，而是一片竹子，竹是啊，只道是金配响啊，只道是金。是左右对称的动作啊，它是那个这个小姐们啊，她们一走的，她们的在这个裙子啊裙摆的这个斜后方呢，通常会挂一个啊玉做的啊玉做的一个玉佩啊，这个玉佩呢，它走起来呢会叮当作响啊，非常的好听啊，非常的动听。那么这个竹影啊，竹影这个。风随竹影的这个声音呢，哎，他误以为是这个玉佩的响，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两个动作呢，眼睛啊，它的方向是在这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说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视线就过低了啊，这个观众看到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一侧的耳朵，然后就是脑门啊，看不见眼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借角度啊。我们借角度，我们的头是这么侧的啊，实际上呢，我的眼睛啊是看到一米五开外的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借一个角度啊，看，原来是拂弄竹声，只道是金配响啊。首先是斗盖内折，内折以后呢，准备啊备袖的时候。手把袖子管住啊，捏住，拧腕子，背袖啊，注意拧腕子背袖的时候啊，不要拧得过大啊，这样就太有气啊。拧腕子，哎，一边拧就背袖啊，这只袖子回袖折，还手。还手，手向上的时候，同时起腿一起，同时起，身子跟着拧，哒，啊，注意这个手不要，啊，不要过太多，过太多把脸挡上，来，来，要在这个保持一个45度角的观众都能看到你，来，所以说，动作稍微大一点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把手袖同时抖下来，盖、折、捏、背、内折、还手，同时往上拎，用身子带，拐角响，啊，我把这个动作把它连起来啊，把它连起来做一遍。原来是拂弄竹声，这倒是
折袖啊，同方向的折，一抱啊，身体呢稍微的向左侧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倾斜，啊，这个重心呢在右腿和左脚的脚后跟的中间，啊，两边都要吃一点点的力，啊，不能这样。哎，如果说仅仅是重心腿的话呢，那么这个身体的就没有角度了。哎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左脚脚后跟上呢，这个人的形体就太歪了啊。所以要放在两只脚的中间，都要吃上一点力。一是玉，下水袖再折，人向后撤一步。下水袖再折来啊，一是玉人来，有三个折袖的动作啊。月一花一世我
同时逆时针转一圈啊，手转一圈，脚也转一圈，手落地脚落地之后，手再转一圈，到了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按掌啊，这个动作这个比较复杂啊，需要很好的上下身的一个协调配合啊。
同时右手管住左袖，一个翻掌，左手一个小扇膀，右脚一个拐脚啊，这是什么动作呢？这实际上就是把那个门呢，啊，门旁边的那两块石头啊，挡门的石头啊，两块挡门的石头，把它拨开，啊，拨得再稍微远一点，啊，就这样，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物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之所以。显得舞台上很空，所以说呢，信阴乖的时候呢，我们基本上已经退到快到九龙口了，转身也是捏袖转袖背袖，哎，这个脑袋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摇头，就很快就下去了啊，这样呢，很快的旦角就接上来了啊，这样呢，舞台的中间呢，在这换场的中间就不会显得非常的空。那么这一段就讲解到这里。讲得很好。